薛娇老师啊，我就试着在想，我当年在恋爱的时候，我重病住院的时候，2周的时间，如果我的女朋友不来看我，无论什么理由，如果2周之内我没有找到你，我没有看到你，你再给我一些七七八八特别不靠谱的理由的话，事后我又通过各种渠道我发现这2周你是欢天喜地夜夜笙歌的话，没有任何悬念，这段感情一定是斩立决嘛。我觉得啊，我对于女孩后半程的眼泪也好，哭诉也好，以及对未来的那种畅想也好，我内心是极其痛苦。女孩看似是机关枪一门大炮很厉害，但是